那我认识很多很会画 AI 图的人啊，其实他们现在也开始想要转型做影片短影音，但真的做短影音就是流量王嘛。其实，在我很多好友实验过，我也嘛每天都在关心他们的成效如何。其实我发现。开始做影片短影音的时候，会比你平常打字啦，或者是上张照片啦，效果来得更差。我不骗你们，你们可以自己做实验看看。就是你突然平常都上图片啦，或者是只是讲心情故事，诶，很多人会留言，甚至几千人留言，然后也会去有互动。突然你开始上影片的时候，流量会下滑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跟平常一般，你上一张，有时候你上一张很简单的照片，还有一两千赞，挣破万赞，怎么上个影片反而只有几百赞？这个很正常哦，不要说没有，我看太多了。然后再来就是短影音，你不要想说短影音很好做，其实它很花时间。然后也很花成本，那有多花成本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月我为了 AI 动画软体，我才刚刷了3万多块的卡。其实做动画本来就是这么花钱啦，以前做 3D 动画更不用讲啊，那一套 3D 动画就几十万。那它现在只是转成 AI 动画，所以其实 AI 动画你要说免费做嘛，是有啦，但是。要排队啦，而且比如像现在 Luma 啊或什么的，你都可以有免费每天没用每天免费的试用额度。那但是这个试用额度你用下去呢，你可能两三天后才看到 Luma 算出来的影片。那万一这个影片还不是你要的，你要再等3天。那所以你不付费，基本上是不可能嘛，可以马上看到你现在这个动画行不行啦、啊？所以这个成本的投入是一定要的啦。那我像用了三个比较主流的，我自己用的啦，比如就是可林嘛，可林动画、Luma 动画，然后还有 Runway 剑三，这三种。那这三种你如果三个都买，三个都用。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？我会跟你讲，至少5000以上啊。那你愿不愿意花5000以上的成本来做这些动画娱乐大家？我相信很少人愿意这样干，对不对？你愿意一个月花几千块的成本，然后投入时间做这些动画剪辑，然后每天只是逗大家欢笑吗？你有没有这个很强力的这个欲望？其实我相信是不太多人能做到啦，但是回馈是一定有的啦。比如说，像很多人就每天感谢我啊，或者是说每天就是在等我的影片上，然后私讯我的一堆啊，我今天心情很不好，看到你的影片，我瞬间整个人都好了。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收到最大的回报。那至于其他的金钱收入，这个不用讲。当你的粉丝也有这么大的流量的时候，厂商自然一直来找你，你不用担心没有业配、没有工作、没有什么案子接，一定有一堆案子接，而且是多到你可以挑。对，那像我这个猫洗碗这个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触播放率已经5000多万，5000多万如果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换多少钱？所以你说。流量代不代表收入？当然是代表。对，你如果在有一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有5000多万播放，你就知道你能赚多少钱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都有几百万的这种播放量啊，至少这个月是这样子。好，那 AI 影片发想哦，就是像我回到我刚刚说了。你在创作这张图的时候啊，你就要不断的去想说这张图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比如说像我在画这个角度，这只猫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画这个角度？
因为这个是有点像开赛车的第一人称视角啦。那当然，你光看这张静态图，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想起来，都能感受得到它动起来是什么样子，对吧？这就很像一张游戏截图。我只是把猫原本上面的那个驾驶员，我只是改成了猫。那它动起来的时候，到时候就会用这个视角去推进，就很有点像赛车游戏画面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做 AI 影片的时候，画这张图，画这种特殊角度，是为了等一下让它动起来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你不画这个角度，哦，AI 目前的 AI 动画软体，它不会自动帮你调到这个猫的上视图去运镜了，所以你一定要给它这个图。那我让你们看看，我画了很多个角度之后动起来它是什么样子。先看效果哈。那这个你刚刚有没有发现我一直换镜头，有各种的运镜方式。那这个就回到我刚刚讲的，这个就是我其中的一个运镜方式。我要它的运镜是在主观视角，但我又要看到它的手。所以我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，我画了超多角度的赛车的图，那就是同一只黑熊，这样就台湾黑熊。那为什么我会说多看动画、多看电影啊这些？因为这些你都可以去观察到各种运镜，像一般赛车哦，追逐赛，它一定会有很多视角，甚至是轮胎视角，单纯拍到一个轮胎。那你有玩赛车游戏的人，更了解我这一段影片在表达什么。这就是一个你开完赛道之后的一个 replay 的画面。赛车游戏都会这样，你跑完赛道之后你可以看你的 replay。啊，它的 replay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多角度的一个运镜方式让你看。比如说轮胎角度、主观视角、拍到驾驶员的视角、他的手，然后各种的角度。那然后这些音效，比如说在过弯的时候是不是有磨胎声什么，这些我都会去做。那这样出来的整体会比较完整。那怎么做结局，比如说 ending 啊，我做了一分钟，最后的 ending 你要停在哪里？这个当然，你如果有多玩过这种赛车游戏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停了。你不会不知道怎么起点怎么停这样，因为这个就是一种经验呐，你多玩多看就会的经验。那像我一开始跑的时候会冒烟，一般来说就是赛车一开始会有磨胎冒烟这个，所以我第一个镜头我会做这样。那最后一个镜头我是做哦，他很开心哦，我赢了那个感觉。所以影片的起承转合是很重要啦。那至于中间各个镜头怎么穿插，这个就看个人的安排。但是像我就会很用心的还去做了一个这个轮胎镜头。可能很多人如果没有特别去看赛车啦，或者玩赛车游戏，就不会想说去做一个特别的轮胎镜头。可是有这个就是一个画龙点睛。那大家来看。
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所谓的构图的重要性啦。你只要构图够得准哦， AI 甚至会知道它该往左转还是往右转，它那个手的那个动态还会跟着方向去转。那你只要你给的资讯够多， AI 动画就会自然的会去理解你想要表达的画面。那至于运镜模式、运镜啊，这个追踪镜头啦，或者是侧移镜头啊，这种运镜的方式，这个其实上网看就有了。你可以去查所谓的各种运镜的术语啦，那些术语网络上都有。那些术语打进去，对整个画面都有帮助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。那配乐这个配乐还有音效这个，我会说哈，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比如我很喜欢看卓别林的电影啊，它是属于那一种没有对白的，没有对白的电影要引人发笑，要有共鸣，甚至没有对白，我觉得它才是世界语言的一个画面。就算不懂国语的人来看。来不懂中文的来看我的影片，他还是觉得非常有趣。就是我就是想创造卓别林那种感觉，比如说哦，这个是很像一个不会修车的猫啊，他乱修这样，这个不分国界，大家看的都会觉得很好笑。那所以你要达到这个效果，变成说音效非常重要。像我这个就做了很多层的音效，就是哦，他敲敲打打啦什么的。那、啊、这些配音甚至是我自己配音，我就去打锅子就好了。比如说家里有什么，我就打锅子。那我就给你看一下大概。那像这种配音效啊，你要自己去抓那个节点啊，就是他那个动作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放那个。其实我这个是放了非常多层的音效去配出来的。那我那个洗碗的也是一样，就是我自己去洗碗哦。啊，这个是我在厨房敲锅子的声音，我自己去敲，然后去对那个动作。那之后。你这些自己弄的音效啊，其实配起来会很有趣，而它就是很像卓别林，就是都只有这种滑稽的音效而已。而且你自己配的音效不会有版权的问题，你不用去音效库找。有时候你会发现呢、啊，你要找一个适当的音效真的很难，哪有那么刚好的这种啪啪啪啪这种音效，而且还有轻重之分什么的。因为音效库里面找到的音效绝对不是这样子，它就是固定的啪啪啪不会有这种照画面节奏来的，这种你一定要自己配的。那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东西配，那配完之后的感觉就是像这样子。这个影片超多老美分享，就是欧美人他们很常自己修车，所以他们很爱这种影片。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有点像卓别林电影啊，只有音效，但是你对得准它就很好笑，很有那个效果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。那我以前睡觉前哦，你会觉得我很像古代人，很像美国电影里面那种人，睡前在看黑白电影。我就是那样子的人，没错。我睡前很习惯看黑白电影，就是卓别林啊，或是劳莱与哈台啊，这种默剧啦。那默剧
其实像卓别林说的，当电影进入需要语言的时代，他电影已经死了，就是说没办法靠演员的演技去表达出这个剧情，这部电影就不是一部好电影。所以卓别林在动作上面的那些表演方式，就是他什么动作就让你知道现在在演什么剧情。所以卓别林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，他不需要语言啊，可是他就是靠音效动作让你知道这部戏在演什么。那我做的方式大概也都是像这样。那像这段猫洗碗是非常多人点阅的这个一个，反正如果说 FB 加 IG 大概已经快破亿了啦。那这个洗碗是我真的去洗碗的声音，所以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影片都说这音效到底怎么配的，他们觉得非常的神奇，因为你不可能有这种音效库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。这个影片啊，现在 IG 上面一堆的模仿，就是猫洗碗啊什么有的没，但他们不知道怎么配这个音效。其实音效才是这一段影片整个加分之处，就是这个音效，如果这个影片没有这个音效了，我说实话可能连破千万都很难，但是有了这个音效，它马上变成破亿点阅的那一种影片。因为这些音效真的就是让整个画面好像真的实录的，很像现场收音的感觉，很像我真的在路边看到一只猫洗碗然后录起来的那种声音，所以它才会有那么多有趣的会人家会想分享的原因。如果没有这个音效，这个影片大概比如九分，这个可能比如十分满分，这个可能只剩两分，但是因为有了这个音效，这个影片才有九分的价值。所以配音效是蛮花时间，但是你光是对那些节点都很花时间，可是却是一个加分的重点啊。就像我说的，卓别林的电影就是只有音效跟动作，那比如说像这个也是这个道理，它只有音效跟动作而已，它并没有语言，其实也不需要语言。猫狗就算可以讲话，我也不会想做它会讲话的样子，其实就是默剧的感觉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影片其实它有很多，我故意要呈现的技术力了。比如说像这个水流到碗盘子上面的时候，它知道这个能装多少，然后流下来。这个是现在 AI 动画很了不起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光用 3D 做可能也做不出来，但它却能知道这种物理。那还有这个就是比如这个它在撞击的时候水会有点 流出来的感觉，你们看。好，它在撞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知道这个物理效果水流出来了。那其实我在做这一段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是在实验说现在的 AI 动画能做到什么地步，它对我们地球的物理现象了解到什么地步。所以这一段是结合了非常多的技术含量啊，不是说只有好笑而已。你可以看地上那些泡沫啦，那个水的效果啦。
就是他知道有一个体积下去的时候，他知道水该满出来。AI 知道这个物理现象，那所以我做这一段，我获得了很多的那个帮助了，因为我知道说哦，原来 AI 可以做到这样。那我之后我接案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跟业主说哦，其实现在 AI 可以做到这样子，他知道体积跟水的容积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会有互动。那所以，那再回到这段哦，其实我小时候住台南的人应该知道九泉窟啦，就是那个赤崁楼旁边那个小吃的地方。其实我小时候在那边长大，所以我常去帮忙洗碗，这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啊。而且洗碗一定都是在旁边，看人家看不到的地方。好，下一段要加快了。那有时候我都是有一些电影的启发，我就会想做一些经典镜头，比如周楚除三害，我就一定要画哦，我这个摆法基本上跟电影是一模一样啊。教主在中间，然后旁边一个年轻人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女的在弹吉他。很多东西会来自于电影，那像这个是《阿甘正传》哦，你要不要吃巧克力？那、啊、结果阿婆拿出了巧克力，那像叔叔阿姨。My mom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. You never know what you're gonna get. 那这个的幽默的点在于，那个阿妈自己偷拿出来吃，他自己带，其实就是要跟电影有点不一样，但是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画哪一部电影。那其实电影改编的镜头都是很有共鸣的，那人家就会来按赞啊分享，因为你把一部电影改成这样子。像这个就是周星驰的国产007，一开始他在卖猪肉的时候，但我把它改成卖烤鸭的一只猫。那像这样子改，有看过这一部周星驰电影的，就会一定会有会心一笑，想分享给他的朋友。那这个是他，就是那个史蒂芬金的恐怖片。那我觉得发豆是非常符合那个形象的，但是我就把它改成，因为刚好七月到了，我不让它变成，哦，它是一个饿死鬼在那边需要人家喂。他的好笑就是后面的小朋友直接不给他吃，偷走那个气球。那其实他这一只啊，这只发豆吧，他就非常像原本那个小丑的样子，穿着啊、脸部的化妆都一样。那看过电影的人就会有共鸣啊。然后接下来是。哦，吃东西的影片也都很吸引的 ASMR 这个一直都大家都喜欢，那你要做出那种嚼东西的声音。很多人哦，光是听这种吃东西的声音，他可以反复一直听一个钟头。所以这种吃东西的那种咀嚼声，其实也是很会让你短影片增加播放的一个
很好的那个方式，他会可能看一百遍，他都有可能。就是像这样哦，有了一个声音，有些人为了这个声音，他可以反复一直看，一直看哦。那我画的东西都跟台南很大关系，因为我住台南嘛。比如说像台南水果冰啊、芒果冰是最多的，那我就会想画一只猫，诶，它是老板。那这个就是观察，这种东西是 ChatGPT 不可能给你的答案。他绝对不知道怎么画这一张图，所以这张图一定是你纯手工自己画的。那画完之后再让它变成动画。那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切的这个声音又一直反复一直看。因为 ASMR 是涵盖各种种类的啦，切东西啦，什么有的没的。那我常做笔记，我比如我出去到哪里，我看到什么，我就赶快用手机写一个笔记啊。回去要画一个猫洗车，那猫洗哦，音效怎么来？自己切水果就有了。那个没得找。那像洗车这个，我就会想说，哎，如果有一只猫洗车，那效果也蛮好笑的，所以我就自己 P 了这个图，然后再让它动起来。我都是去看到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赶快写笔记啦。因为这种在地化的东西，比如台南牛肉汤，我看到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来画一个台南的牛肉汤，牛肉店老板是一只橘猫，会是什么样子？这个没影响，没关系。啊，我就会想说画这种比较台南的东西啦。那像这个，像这个也是自己的周遭，就是真实经历啦。比如说去吃那种人家帮你代烤，然后结果发现那个人脸很臭，好，那我就画下来，只是画成猫。然后一些叫卖声，你会发现 YouTube 上面重复有人一直播放了几百万次都有，就是一些儿时听过的叫卖声，这种也是很多人会一直播放的，很多人会很怀念。那像这种卖豆花。像这个都是有点兼具技术含量，但是又可以勾起你儿时回忆的动画。所以做动画不是说单纯表现技术含量而已，而是要能勾起人的一些回忆。像这种养乐多妈妈是我今天 po 的。当然现在没有养乐多妈妈了，所以我会特别怀念画一个养乐多妈妈这种感觉。那小时候理发、啊、我也是有很多的趣闻，那今天时间有限，就这个我是测试齁 AI 软体对于镜子了不了解，那也顺便做一个好笑的感觉这样。然后测试完非常满意，我发现哇，原来 AI 动画现在对于镜子的反射是这么的理解，可以同步化。
然后这个等于是测试所谓的风对于头发的影响，那 AI 理不理解，那画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，而且很好笑。最后那一只就是吹到吹风机坏掉了。那 Gatsby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木村拓哉一直在那边跳舞。那因为我大学念的是雕塑，这种陶土也是我的回忆啦。像没有人画过的东西我会画，就是因为那是我的回忆，别人偷不走啊。你要学你就去学，反正我是第一个创，我是第一个画出这种东西的人。然后这个捏陶土呢，我又加上第六感生死恋的那个配乐，因为是两种回忆混杂。那 AI 动画可以做什么？ AI 动画现在可以做像 3D 一样齁。我觉得现在的做法可以反过来。不一定说，比如说像你做了一只猫，它可能没有表情。那我们可以用 AI 动画让它产生表情，再把这一张抓下来去画成你要的那一张图。比如说像这个没有声音，我可以继续讲。比如像这个，它会做出各种表情。现在也很多人用 AI 动画、啊、来做出人物的360度面向。你反而这样子会更好操作啦。以前你要做360度面向，没有 3D AI 动画的时候，你真的很难去做出来。那现在的 AI 已经发展到它转原地转360度的时候，可以很完整的像 3D 模型这样转。那你只要一直截图，它就变成有多面向的图可以用了。那这个表情测试其实也是相同的意思，它有多种的表情可以让你截出起来。你截出起来的每一张，它你要做成赖贴图或什么都可以哦，惊讶的表情、什么表情、各种表情，它一起做，那你就等于有这个人物的很多表情截图可以当表情包用。你要去做赖贴图，就用这一招，它也可以是 2D 的。比如说你用成 2D 的人物让他动，诶，你就有一个 2D 人物的几十种表情的图哦，那直接拿去做赖贴图都 OK， 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变成可以反过来做，而不是像我们以前一开始就要做那么多表情。诶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那像现在也可以有多种的那种风格的呈现啦，比如说客户想要什么风格，你可以用一套 AI 软体给他看四种风格，看你是要 3D 的啦，还是 2D 的啦，还是 2.5D，
都可以，那效果出来就都不一样。那其实我今天我要分享的哈，我并不是要操作什么界面给大家看，因为其实操作界面那个 YouTube 上面太多了，你要怎么学，但是都要花时间学，就是比如说你要学一个 Midjourney 怎么画，那个不是一个半小时可以讲完，你要学一个 AI 动画怎么画，真的都是要很长的时间去。我是跟大家讲一个方向，你可以怎么去做出一个你自己风格的 AI 影片。那像这个为什么我要做四种不一样的风格，其实每一个截图下来你就是有一个图可以用了，它也有很多的动作，就像我说你要做赖贴图什么都可以。那像这个老鼠我也可以做成二度，它就跟前面那个写实的又不一样效果。这个是 AI 动画的新的用法啦，反而是先动再去抓 2D 图。那像这种比较电影式的效果，这个是我目前手头上的工作，但这个只是试做，这个不是真的有，我只是要测试多人啊，然后有水它可以真实到什么地步。那其实 AI 动画像这个可林都已经可以表现得很好了，可林啊 Luma 啊这些都可以做得非常好。时间有限，那最后就来嗨一下吧。其实我教的真的都是心法啦，就是我的心得。真的要我操作 Photoshop 给大家看，那个也没有意义，而是我的一个经营粉丝页的所有的综合感想。因为这个才是我相信是大家最难学的东西。你要学这只狗啊怎么动，这个网络上教学都有，我分享的东西反而是网络上没有人会跟你们讲。哦，背景都是画的啊，那个背景就是所谓的安平渔港，因为我住安平，所以这两幅都是安平渔港。好，那应该今天就是分享到这边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加我的IG 跟 FB， 那我就交还给主持人咯。那我们再次感谢老师，谢谢。哇，今天很精彩，很多的示范啊，那就是老师把他自己的作品秀给大家看。那我有在就是我们的 Slido 提问里面呢看到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，那我想说我来把它分享到这个画面上面，那让大家可以来就是来提问一下。要问什么 ？Q&A。好。好，
我应该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吗？有。好，有。好，那我想把时间交给老师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来，让平面动起来的是什么软体？这个我刚有回答过，就是现在目前比较主流就是 Luma、可林跟俊山，就是 Runway。那这三个各有特点啦。你如果说只是人物或动物原地表演，这个我会建议可林。那你如果是要那种电影大动态的，这个我会建议 Luma。那如果只是单纯的运镜啊，运的要很漂亮，这个是 Runway 做的最好。那一个影片有时候我会用三个同时做，我不是说只有一个软体，就是一个动画软体从头做到尾，通常我都会混着用。我相信有做过 AI 的都知道，一张好的图也不可能是只有一个 AI 软体化，甚至是三四个同时在用。那像并出来的图，我们一般都只会当底图用，不会直接把它当完成图。那可能会丢到比如说里奥纳多啦，或者是 Photoshop 去再去做修整，因为第一张出的图真的只能当底图用的了。那后置这些，至于后置怎么做，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操作给你们看，因为那个是纯粹就是一个功力了，就是看看你怎么去学 Photoshop。其实我做 AI 之后啊，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回头去学 Photoshop 这个我用二十几年的软体，我去学 Photoshop 啊，去学 After Effects 的这些剪辑啦，或者是学这种。因为这些以前我二十几年前用到现在，我反而因为有了 AI 之后，我又回头去学得更深，反而传统的工具还是不能放弃啦。那 AI 有建立有的，如果你最近有看最近刚发表的那个 UE 引擎，你就知道 UE5 引擎就是所谓的虚幻5引擎啦。它最近的新发表的东西就是直接用 AI。一个手机就可以做 motion capture， 然后去做各种的运镜变化，然后电脑端的 3D 模型就直接做出那个动作，甚至捕捉的那个效果连手指都有。这个反而用传统的动作捕捉还没办法抓到这么细，结果现在用 AI 用手机这样就可以做到这么细的动作捕捉。那现在接下来 AI 跟3D 的协作一定是未来趋势，因为只有 3D 可以那么完美的去转360度运镜啊，这些你要它怎么运镜就怎么运镜。所以今年底我相信会有一套这样的 AI 3D 软体出现啊，因为最近其实这些新闻都一直在出来。那让平面动起来还有什么给哦。有没有版权问题？你如果只不要开盈利，只是纯粹让人家看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而且你不要去，你只是分享。我相信你如果看过 IG 上面，你就知道，或者是 YouTube， 很多都是一些有名的音乐。但你用了之后，就是不能开启任何盈利，即使它有1亿的播放量，你也没有任何的盈利，但不会有任何问题。然后。没有做过动画，从哪一个？我直接建议就是可林，因为它可以打中文。可林的话呢，你下载网页，不用下载，你直接开网页版。比如说你要它怎么动，你就直接打中文就可以了。比如说那只猫骑车，然后有往右转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就直接打中文就可以了，根本不用什么有任何的 AI 软体概念，就是。你想让它怎么动，你就直接打中文，它就会照那个方式大概去动。那所以可林是最好的，因为它不需要翻译成英文，或者是你也本身有英文的能力。圆圆可爱的外观指令要怎么准确的选择？这个跟你用的软体有关系哦。比如说像 Midjourney 啊，或者是 Subdivision 啊，或者是 Bing 啊。他们对于圆圆可爱的定义不一样哦，所以会变成说你在用不同的绘图软体的时候啊，所谓的 Chappie 或者是 Fate
他们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你要很肥的话，其实光肥的形容词啊，你可以上网去查，光这个英文字就有好多种分类，所以你可以去实验说你在用 Midjourney 时候要下到多肥它才能圆圆滚滚。我以前都用 Midjourney 嘛，所以我知道通常 Midjourney 要这么肥啊，你得下到非常臃肿，可以说是用臃肿这个英文字来形容它才有办法那么圆。但是你用病的话呢，你只要写胖胖的这样就好了， Chappy 它就已经有点圆圆胖胖了。所以不同的软体之间呢、啊，对于胖瘦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。那你们可以多试试看看你学哪一道软体，下什么 Prom、这个如果要做第一支动画软体的话、哦、你先用可以有每天免费试用点数的啦，那像可林有，那像 Luma 也有，可是 Runway 没有。那你可以从这两个软体去试试看，比如说像现在不是很流行所谓的复古照让它动啊，那这个是最简单的，就是你先拿家人的照片，不要拿别人的，那个版权问题。你家人的照片，比如你那让他两个人，你就写说这两个人抱在一起，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说，诶，Luma 跟可林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可以先从这边去试。啊，至于要下什么 Prom， 这个可林会比较好玩啦，可林打中文就可以了。那个 Prom 就是打中文很直观的，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或是两个人手牵手，就是这么直观，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。对我来说，那个都不叫 Prom 啊，以前用 Midjourney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 Prom， 那个要写很复杂很复杂他才会牵手，现在你就是写两个人牵手中文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没有所谓的 Prom。 所以我一开始就一直强调说现在是一个没有咒语的时代了啦，这个已经不能叫咒语，以前的咒语是还要写一大堆那种专有名词，然后只有这一套软体看得懂的那一种那种奇怪的字，但现在都没有了。那合适的音乐这个东西，就是我在剪辑的时候，我脑袋里面已经有那个音乐。这个就是看我说的，就是多看看电影会，比如说啦，我看过一万部电影，那一定比一个只看过几百部电影的人脑袋有更多的音乐。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多看多听而已。像做音乐人，很多做音乐人的家里有几万张 CD， 他什么都听了。那当然他在写音乐的时候就会有各种的曲风了。那你如果只局限听一两种，你要找到合适的音乐就会比较困难，因为你脑袋就是只有那几种音乐。哎，啊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老师。